念佛的确实无需要真正将见思烦恼放下，而见思烦恼放下，甲一般修行功夫是拢共款呢。正宗所谓待业往生，是化着烦恼力啊，得着念佛三昧咯。可是有一个条件会记哩，大家拢疏忽咯。你爱有能力将烦恼伏诸啊，所以啊，伊讲伏烦恼毋是断烦恼，伏烦恼是念佛功夫得力咯。所以念佛按样念法，一定都爱知影。从门讲的即句话，甲净宗拢共款啊，就不怕念起，只怕家己啊。啊，念头起啊，唔管你这个念是善念是恶念，唔管，念头一个起就错咯。你看善恶敢是两边呢？唔管伊是善是恶，念头一个起来，第二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该换过来咯，就搁在会向念佛啦。未向念佛的人，一边念佛啊，一边要咧起妄念。这个未向念佛的呀，这就说明什么？你对不调啊！你也好好会当将烦恼个对调，这叫功夫成片，这叫得清净心。为什么呢？心内起心动念拢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确实无一个杂念。这叫功夫成片，这叫念佛三昧啊！这个境界里面都有啊，修通发现咯。啊，这个功夫愈得力，我无念佛的时阵，妄念也未起来，念头不是无有啊，也是你这功力界啊，对调呀、啊。